我偷拍一下，我们欢迎一下所有亲家的朋友，我们新娘子晚期有没有很漂亮？有的话来点掌声加亲叫声一下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只想问说，俊卿，你老婆去哪里找到的？对，你老婆去哪里找到的？赶快拍，赶快拍，因为待会他们要服装进场。怎么样？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我们新郎新娘来到舞台上面？因为我们新郎新娘两个人很用心，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怎样得到小礼物？来，所有亲戚好朋友，听好，请坐起来，听好，请坐起来。你的婆啊！我也看有那一个爱心，你的盘子，我台语大家听无话，见你听讲伊。盘啊，大家很贵啦。你要盘就很贵，很贵。你的盘啊，倒你的盘，爱起来。汤要喝下去哦，会呛到，会呛到。一道有一个平温儿。台语，那上国语台语。